你好，我是 e-putonghua 的答案琪。Now let's begin. A. 吃火锅的时候，你一般涮什么蔬菜？ B. 通常是生菜。 A. 吃火锅的时候，你一般涮什么蔬菜？ B. 通常是生菜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明天见。